近日，刘诗诗工作室晒出一组胶片写真，刘诗诗一袭白色健美长裙，置身椰林情形飘逸。刘诗诗的气质里自带仙气飘飘的感觉，清纯又优雅，长得虽然不是一眼惊艳的那种，但是是越看越好看的那种。图片中她身穿一袭白色衫裙，优雅飘逸的身段婀娜多姿，这种仙气飘飘的气质真的是一般人模仿不来的，是存在于骨子里的气质。身穿白色衫裙的她仙气十足，展现出了非凡的女人魅力，让人赏心悦目，心动不已。刘诗诗的皮肤很白，与她身上的白色衫裙相得益彰，暗一分少美感，白一分显俗气。刘诗诗的肤色白得恰到好处，她的容貌很是干净，没有浓妆艳抹带来的庸俗感，白色衫裙能够让她更有魅力。穿上白色衫裙后的刘诗诗身上散发的不只是仙气，还有女人的优雅、自信、从容，身材曼妙，曲线婀娜，身姿一点也不像当妈的人，简直像仙女一样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